戏出演江都妍的节目，揭秘 HYBE 公司内部各种福利和超好吃的拉面，以及让队友静和超级讨厌的脸部辨识系统。此外 Hoshi 提到 HYBE 只有一部艺人专用电梯，但因为 HYBE 旗下包含职场牌团体众多，所以要等很久，公司也为艺人提供独立停车楼层。 Hoshi 说有一次等电梯，当时电梯门打开，里面竟然是 NewJeans。因为 Hoshi 平时是很内向的 I 型人，所以真的没办法和师妹一起搭电梯，觉得太尴尬。即便 NewJeans 说没关系，请 Hoshi 一起搭电梯，他依然害羞的拒绝了。主持人感叹应该要边跳 Hype Boy 一起搭电梯啊， Hoshi 立刻配合的跳起 Hype Boy， 也让粉丝们笑翻。你们너무좋아지금감사합니다여러분